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睇緊嘅係豐澤產品 GPS， 我係導航員銅鑼灣嘅 AC， 今日咧同大家導航嘅咧係呢個 Hero HP PPG 12瓦壓慢磨機，只需要幾分鐘咧，你就可以喺炎熱嘅天氣自制消暑果汁啦。HP PPG 12瓦壓慢磨機由韓國製造，可以簡單自制瓦壓慢磨嘅蔬果原汁、豆漿等等，而且機器所接觸食材嘅配件都採用咗 PBA free 不含雙酚 A 嘅物料製造，確保入面唔會有有害物質。另外，瓦壓慢磨機採用接近天然嘅慢磨榨取方式，透過雙軌道螺旋推進器同埋雙重壓榨技術，令轉速只有每分鐘43轉，可以保留更多天然維他命等營養嘅蔬果原汁。依家就等我教大家點用慢磨機嘅組裝，非常簡單。首先將呢個果汁隔網安裝喺旋轉刷入邊，然後將整個組件放入榨汁容器 open 位置。可以向左或者向右移動，調整組件去到適當的位置，然後再將螺旋推進器放在果汁隔網入面，透過左右轉動將它固定在這個粒位入面，然後蓋上頂蓋，順時針旋轉直到它完全鎖定，最後將榨汁容器對準主機感應部分安裝就完成了。用法都很簡單，首先將食材例如生果放在頂部入口，打開的開關就可以了。今集豐澤產品 GPS 就來到這裡了，今日为大家介绍咗嘅系呢个 Hurum HP PPG 12瓦壓慢磨機，有兴趣知道啲嘅朋友可以上翻豐澤网店，同埋记得 download 翻豐澤手机 app。当然啦，都要去门市揾我哋了解多啲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